所以那是发了呀，那还是得问一下嘛。是啊，那个八姑六婆都转了吗？现在宣传一下也不容易，只能靠大家动一动自己的手指，对吧？然后看了喜欢的话，八姑六婆说不定也有喜欢的，然后他又会转，转了又会转，这是很大的数字。都来看我演唱会了啊！哇，谢谢八姑六婆。你们也谢了，也谢了，挺会那个饺子。你坐这么前面，你还讲那么大声，你就不害怕等下出门的时候啊，后面的那个粉丝朋友替我抱不平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问你们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其实。